因为它看起来超扎实。对啊，它的抹茶感觉很浓。今天我们很特别参加了一个台中的活动，全台中是最强的蛋糕店。那现在要母亲节了，所以我们干脆就每个都吃给大家看。你们可以依照我们的介绍去看一下符合你们的妈妈。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家是基本上是台中自己在地台中人已经先筛选过一批了，所以这时间基本上你买都不会累。Help me first to get these boxes down.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We have the whole day now just to ourselves, so we can 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 I said well. 今天的话，我们这一个台中十家超强的这个蛋糕母亲节系列。拍给大家看，你们可以依照我们的介绍去看一下符合你们的妈妈，或者是年轻妈妈，或者是传统妈妈。传统妈妈是想不出要讲什么，我差点讲年长的妈妈好像不太好。对，我觉得都很棒，而且我觉得台中 的蛋糕就是甜点业很发达，就是我们来台中都会发现它时不时就会有很多新的，不管是法式的、日式的、台式的新的店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家是基本上是台中自己本身已经筛选过，台中人在地台中人已经先筛选过一批了，所以这时间基本上你买都不会累。那你可以看我们介绍的部分去做选购。好哟，今天看到了台中最强的部落客全部聚集一堂，准备品尝这个台中最强的蛋糕派面。然后这边的话是试吃的场景，哇，超漂亮的。有，我们今天到的是这个有心食堂哦拍的这个台中最强的这个母亲节蛋糕系列的一个评比会，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场景。OK 了哈。这么不完美的两个人来评比吗？哎，没关系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伊鲁。今天我们很特别参加了一个台中的活动，超多超强的部落客都在这边，前辈啊 ，stand by。然后我们特别有受邀请到，就是全台中是最强的蛋糕店。那现在要母亲节了，所以我们干脆就每个都吃给大家看，让大家来决定说，看那个外观跟我们讲的口感，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是比较好？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这个是河旅泡芙，这个河旅泡芙之家是之前我们去那个神迹新村，他在那边就很有名卖泡芙的，然后还有面包店。对，那我们有两款，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不是大蒜哦，这上面是泡芙哦。对，那看起来是芋泥哦，那我们先吃这个好不好？好。那感觉它感觉是满满的芋泥，上面还有对，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像乳酪，卡士达酱还是乳酪，然后底下是饼干，然后这边是泡芙。乳酪有一块一块的。我们先吃，事不宜迟吧，我先吃上面的泡芙。哇，那你会不要脸了耶？两个不喜欢吃甜点，可是我们吃得下去的甜点一定是好甜点。哦，好吃哦。它芋头好浓哦。它上面放的泡芙不是脆皮的，是松皮的。但是它里面的，哦哟，我吃到鸡皮疙瘩了。它的芋头泥味道超级超级浓，里面还有牛奶的奶油香以外，有人在影响我拍摄。现在大家镜头后面没有看到有人在影响我拍摄，那我们就拿 GoPro 反收证，让它在台中市曝光。甜咸甜咸，而且主要是它里面还有那种芋头块。我们这是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我感觉妈妈会比较喜欢，哦，那种粉色粉色很可爱，然后里面是感觉是有布丁加这些果酱在里面。那不就是火腿吗？然后加起司？不是火腿啦，你会被老板打死。那个是蛋的，它是红瑞珍三明治，是吧？有点像哦，红瑞珍三明治。嗯，怎么想？它的话是没果酱，然后它比较偏松软口感。偏台式的味道，嗯，对，它比较偏台式蛋糕的味道。如果我们的话，我觉得以年轻人来讲，这个屌打，这个超强，这个是芋头加这个卡士达酱乳酪的，它的口味很强，它口味很强。如果以口味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会选芋头，对对，但是外观来讲的话，我们会选这一个。因为它就是完美拍照，就是很漂亮啊！它不止漂亮，它其实也是很像红瑞珍。哎，连老板会杀我们。但是它是好吃的，我认为老一辈的妈妈会喜欢吃这个口味，因为它会让她有小孩子的那个感，小孩子的那个记忆都跑出来了。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另一家叫做杏屋，可爱。这一个很可爱，我觉得它的外观很厉害，我刚才在拍的时候就很厉害。
这一个我们吃的叫做疼爱，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留给我。哎，我告诉你，他名字整这个念出来，我告诉你吓死你，叫做覆盆子双重重乳酪，听起来很像什么重机枪之类的，感觉很厉害。它底下是感觉是 Oreo 的饼干，中间就是两层不同的乳酪，看起来是软硬度是不一样的，然后上面再一层的是覆盆子的慕斯跟覆盆子的这个果肉，好浓的感觉。哇，鸡皮疙瘩的，它重乳酪浓到爆，可是不会腻。嗯，它一下就化掉了，很清爽就化掉了。你刚进去的时候，前面差不多一半时间是哇，好浓的奶香味，可是后面突然就咻一下就它就很清爽的就化掉了。它有一点类似冰淇淋，对对对，对它有点类似冰淇淋。哇，这个我觉得是年轻少女，夏天吃，年轻妈妈会很喜欢。你只要不排斥奶的人都可以接受的味道，加分。不错，这家也不错，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好啦，我们现在接下来这一个的话是参赛者是糖印蛋糕，哦，这也是在台中也是很有名的。那它有两块，一块的话是夏日百香果，中间是有直接有百香果的果浆做的，然后上面加这个葡萄跟鲜奶油。然后另外这一个的话是香柠慕斯蛋糕，这个我很有兴趣，它上面也是乳酪，然后海绵蛋糕上面还有橘子，然后感觉是柠檬塔的加强版。哎，对，专业评比，要先漱个口，漱个口，漱个口。生滴呀，生滴，而且它尾夏天的味道，它尾韵是有百香果酱出来的味道。吃看第二个香柠慕斯，中间还有夹一些这种橘子在中间。嗯，这一家主打都在水果的香味，它的果酱好强哦。这一家的话，它的强项是在说，如果你家里的妈妈你喜欢吃水果，这一家的水果很强。它主打，我觉得它吃起来的话，它主打的所有的茴香啊，跟那个果香清香的回味，果香味好重，都是这些果酱。它因为它果酱里面不是酱哦，它果酱是果肉裹着酱。对它的这一家的，我现在讲到那个喉咙都还有那个清香，那个百香果跟橘子的味道都一直跑出来。这一家的话，如果你妈妈是比较喜欢吃水果类的话，哦，比较清爽的，可以点这个。这个是糖印面包。好，下一家，我们来到这个是 O S E 气 E A T E T 它小 O S E 是冰淇淋手作工坊。O S 对这个名字很台，我觉得台中店名啊，要么就很简单，要么就超级复杂。对，那我们再念一次 ，O S 意式冰淇淋手作坊。哦，好， okay. 好，那这个的话是，他家的两个全部都是冰淇淋，冰淇淋蛋糕。这个的话是心心相印，它外观很可爱，是两颗星星抱在一起。中间你看它这上面这一层包，它很像也是那种，不知道是不是没醋，哎，它一直在融化嘞。哇哇哇哇！它基本上就像冰淇淋啊。嗯。太冰了，包装。您广定打鼓，要使用苏酸锭。哎，不能打广告。它是扎实，然后果香味很重，它是比较偏覆盆子酸的，覆盆子酸的。对，覆盆子酸的冰淇淋，哇，那好浓哦。可是它的浓是很快就清爽过去，它不是说什么奶味很重啊，或者是油感很重的那一种。嗯，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长心，它长心感觉就没有像它冰淇淋的占比这么重哦，它比较像是慕斯糕，中间夹着很多千层的冰淇淋，而且这一个就很有口感。它这个冰淇淋，然后有梅花，那个玫瑰香，梅花不是梅花，玫瑰香。然后中间的千层冰淇淋是带着淡淡的玫瑰跟奶酪的味道，然后花香好浓。它底下这个它不是酥皮，它很像是脆的那种果仁，很好吃耶。哎呀，啊，这一间的话，如果外观来讲，两个都很漂亮。但是心心相印会更可爱，因为它两颗心放在一起。口感上的话，这个是偏冰淇淋，所以喜欢吃冰淇淋可以直接买这个。它整体全部都冰淇淋。那层次要比较重的话，就是点这个心长心。长心的话，它是中间是冰淇淋的千层，然后上面是慕斯，对，很棒。它是向阳专业烘焙，那它出来两个，他们的招牌是一个是香柠雷特，这个超漂亮的，那另外一个这个是我很期待的英式伯爵，而且它还有一颗马卡龙。对啊，那我们先吃吃看好不好？那我猜一个法国式的马卡龙，里面是巧克力酱，它
很甜，但是好好吃。那我们先来吃吃看它的这个英式伯爵。我个人本身很喜欢喝伯爵茶，所以我对它的香味很期待。这一个的话，喜欢喝茶的人会比较喜欢，因为它的茶味比较，它茶味很浓。它中间这一层咖啡色的慕斯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伯爵茶的味道，然后带一点甜味。它的茶香，它的茶香哇，爆炸了！它的茶香差不多占整个口感的六成，对，很不错，好强。然后再来的话，这个是香柠雷特，这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猛。你看它底下的，人家以前底下的酥皮是只有一层的，像碎饼干嘛，它是酥皮做到一整层，像蛋糕。哦，这女生一定最爱，喜欢吃柠檬塔的女生一定要吃。我来讲它的口感，它口感上面那一层是很软嫩的柠檬慕斯，然后带着一点微微的那种刺下来的酸味，然后再加上柠檬皮的那个清香，然后底下那一层本来应该是饼干脆皮的，它已经做到一层蛮厚的，所以吃起来是像蛋糕饼干。很特别的蛋糕饼，它底层好强哦、喔，口味对很难，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型。对啊，对。但是如果真的以口味来讲，就是要让我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的话，我会选香柠雷特，就是柠檬汁的层次感跟那个乳酪的味道。对。但是如果你们是很多人一起吃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伯爵茶。如果家里的妈妈长辈喜欢喝英式红茶或伯爵茶的话，超级贵妇，浓到爆。这个再配红茶一定很棒。下一家，抹茶柚子。来，那个我们，我这个我在拍的时候我就很期待它，很漂亮。这个是台中的生果香。哇，它那个抹茶这个真的做得超漂亮。它你要看到上面它还长毛吗？它长毛？不是毛，它是撒一个屑屑屑。因为它看起来超扎实。对啊，它的抹茶大家很懂。是要吐了还是怎样？这个反应不好、啊。我脸都麻起来了。我帮你。它的抹茶超级浓，它抹茶是带苦味的浓哦，它不是很甜的那种抹茶，很京都的那一种抹茶。它里面有那个柚子的味道。然后它的上面这一层抹茶的那种慕斯膏啊。是真的是很像是日本京都很传统的抹茶，它不是台湾那种很甜的抹茶，它是会有抹茶带苦味，对，抹茶跟苦味的跑出来。啊，这一间的话，它的味道上来讲，我会觉得它会比较偏大人味，对，它比较带苦味，对，因为它的茶香已经有点带苦味了，但是它会弄底下的慕斯去融合，那个乳酪去融合，所以说如果你们长辈是比较喜欢吃，口味是吃比较，对，很浓，浓到起鸡皮疙瘩。喜欢吃一些比较苦一点的甜点的话，这一间超合适。对，也好吃哦。因为抹茶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这种，就是真正抹茶的那种苦味。很棒，用料超扎实。好了，我们来到这一间的老面孔。台中最很强的面包店富曼面包，对，它这个是在地很厉害的一个这个面包店，然后他卖的糕点，他现在有卖。这个的话是红心皇冠，那时候叫红心，你知道吗？他这个是红心芭辣，对，红心芭辣做的。那这个的话是与你相遇，芋头的芋，芋头的芋，看起来是中间有，它中间有欧姆蛋哎。对，哎，不是欧姆蛋啊，煎蛋啊，不是啦，靠谱。乳酪，然后再是的话是。感觉是海绵蛋糕，然后上面还有一层芋泥，满满的芋泥。那我们先吃红心，对，我觉得真的是红心芭辣，我吃到水果的那个，它的果肉就是红心块一块的，对不对？吃到好像在吃水果，好无违和。对啊，就真的是红心芭辣。与你相遇，来吃看看，嘿，我擦，你颜面麻痹，对不对？整个量好像被那个芋泥那样触电，背后凉了一下。对啊，背后凉了一下。那可能是昨天住的饭店的关系。哦，它的芋头好浓哦，它中间也是有点带点咸咸的解腻。这一间富曼拌面包来的蛋糕来讲，蛋糕，个人我口味我喜欢吃芋头，芋头真的超浓，好难抉择。它的因为红心，因为我本身就比较没有在吃水果，所以红心芭乐应该问你们比较准。没有，这个口味吃不到类似、外面很难吃得到，不会有类似的。对，那它可能有类似的，安全牌可以跟它个 PK。它是安全牌，
所以说如果家里妈妈喜欢吃红心芭乐，可以买这个，因为完全无违和，它真的就是红心芭乐果肉在里面，芋泥基本上它升级了，它绝对不败，对，那它绝对不败。那外观来讲，两个都很漂亮，就是都是粉色嘛，色都是粉色，两个都是蛮外观都蛮不错的。法雅幸福甜点，这个是凤梨莱姆雪波意式冰淇淋蛋糕，好长，好长的名字哦。哎、欸，最近大家都要帮翁来，可是它的翁来，你看哦，它弄得很像向日葵、欸。上面这个是翁来的果干，好清香，我都闻到凤梨的味道了。来试试看哦，冰淇淋要融化了，要融化了。冰淇淋凤梨冰淇淋蛋糕，好，这个好好吃哦。它上面那一层是先凤梨的雪波，然后中间是牛奶乳酪，然后底下是饼干脆皮，然后这个的话是，我看一下，黑醋栗蒙布朗慕斯蛋糕。他们家的名字出了都很长，而且他有很喜欢吃的这个栗子。来呀，栗子，我们来先吃吃看。哇，甜哦，栗子好吃。中间的话是黑醋栗的果酱，哦，神逼啊神逼。好，今天这个法雅幸福甜点，我个人呢、啊、口味的话，我很喜欢凤梨，它这个比较偏酸。我喜欢它啊。哦，对，所以女生喜欢嘛。我不喜欢这个。那男生的话可能就会喜欢这个凤梨，它这个凤梨真的就是像是凤梨冰淇淋加牛奶，然后再加饼干脆皮，好吃。它栗子好好吃，但是外观来讲的话，凤梨也很强。它外观凤梨是很漂亮的，它是白白，然后上面放了很多凤梨花，所以外观我会给凤梨，口味我也会给凤梨。那你的话是口味给啦。嗯。哇哦，这个的话就真的是视觉系的哦，冲突哦，蓝色又被粉色。这个的话是牛胖手作，它这个叫做什么？哦，幸运草重乳酪。幸运草。所以他讲说它的重乳酪是弄在这个粉色这上面，然后它上面你看。这样拍，它还有金箔嘞，对，它有金箔。讲话麦，它上面那一层蓝色是果冻的感觉。嗯，它的金箔其实很多。我觉得这个我妈会很爱。它虽然它的外观不是我妈爱的，可是它的口感是我妈，这个味道是我妈爱的。它的莓果味很重。它中间慕斯是乳酪，但是不会腻，因为它是全部都是那，感觉是用莓果的果汁去弄在那个乳酪里。这个牛蒡所做的话，口那个味道，牛蒡，牛蒡，味道上的话，我觉得很偏喜欢吃酸的女性。然后外观上面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外观，因为它的颜色有点冲突，所以说它本来很漂亮，它本来是一颗星星的一个爱心，所以不管在外观上还是。在口感上，我觉得喜欢酸的女性都会很喜欢。来啦，我们最尾端的这一个，这个是二度C， 然后它叫做 NIGU， 因为我会念 Nigo 二度 C。然后这个的话是它的综合千层派的巧克力口味，这个的话是泰式奶茶千层，我觉得很特别。这个看着超扎实，难吃蛋饼，我操，我在吃蛋饼一样哎、欸，哇！它就是红标泰式奶茶的味道，然后它的千层，我觉得它千层很好吃，它千层的蛋香味很重，它千层蛋香味超重，所以它泰式奶茶不会太甜，它是只有茶香。不好意思，这个的话是巧克力千层，它的千层是 Q 的，它千层一咬下去会卡滋卡滋 Q Q 的，哇，它巧克力好浓哦，这家二度 C 的话，我觉得它的千层很强。喜欢吃千层蛋糕的就直接选二度 C， 巧克力超浓，超好吃的，真的真的真的，好吃哦，真的真的。好了，那店家的每一间蛋糕的资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那如果你有想要参考或者是直接订购的话，直接打电话给店家先去预购，要不然会真的会来不及。真的。对对，他真的会来不及。好了，那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很推荐的在地的蛋糕店或者是甜点店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哦。拜拜。